蔡政府是以乌俄战争起事为由，下达了发展无人机国家队。国防部在军事投资案已经超过了审核时间的情况之下，授权是由三军跳脱五年兵力整建计划的框架，投入66亿多元，向国内的厂商采购军用双规无人机以及反制系统。 不过，现有厂商原型机没有通过军方的检测，最近又传出了国外的厂商也向相关单位施压，说他们想要分食大饼，无人机恐怕会从国家队变成海选，引发了争议。 2020年口罩国家队成立没多久的时候，总统蔡英文在5/20就职，他提到了未来还会成立更多的国家队，从口罩、快筛、绿电、打炸、鸡蛋，零零总总已经成立了超过40个国家队。蓝营就痛批了诈骗案，今年比去年还要增加了21%，诈骗是越打越多，快筛现在也是多到了到处在发送，可能还用不完要过期。成立了3年的鸡蛋国家队还爆发出了抽丝剥茧。 鸡蛋的争议，所以网友都纷纷热议啦。那这些国家队就是巧立名目，呼个口号而已。大算了，这些国家队根本是捞钱国家队。你别笑，不只有口罩国家队，未来我们也会视各产业的规模及条件组成国家队。蔡总统都没讲，政府要成立一个。 农产品的国家队啊，成立了也没做事啊，就是呼号而已，还能变预算来捞钱吗？浪费人民的钱。我们刚刚针对新的犯罪形态，又成立跨部会的新世代的打诈策略方案。我告诉各位，成果呢？今年比去年诈骗案成长比例21%了，越打越多。 这个哈、哦、13亿，这个花10亿是在装潢、买设备哦。哎，这就是另外一个新竹棒球场。我觉得这样的，不要打是吧？打诈国家队变成妈国家诈骗队，不懂住 BNT 怎么扶持高端？你以为前瞻真的前瞻吗？可捞钱又吴泽爽。像目前跳的，中央对待妈山的，咱的发发落来，叫安阳的嘛，咱基层的，然后呢，咱这基层的吼。 这物件以后要怎处理？还要开钱呢？你若参安阳的，你那个开钱，这事太多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了哈，这个都是事后诸葛。当时为什么不讲说会买太多？在那叫什么绿共发大财、贪污国家队的变种，所以你以为成立了就要处理了吗？台湾有鸡蛋国家队，一天24小时准时产蛋，认真供应。 所有全国民众所需要的鸡蛋，鸡蛋国家队啊，这个最出名的，同样的套路，50万资本额，负责人出1000块，拿4亿多的标案，要他提供契约书，说你委托超市怎么委托的，契约书找不到，黑箱。真正的国家队，就像我们提议选手为国争光，那才叫国家队。 引进动轻轨国家队，立案重申。巧立名目，分赃，吃相难看，捞钱国家队。反对军方设置鱼叉飞弹阵地的声浪，从虎尾现在烧到了高雄左营。 基于林县长及议会反对虎尾设鱼叉飞弹阵地，县长张立善也建议要另寻他地。高雄左营基地设鱼叉飞弹阵地，也引发了该选区的蓝绿立委选将开杠。那么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昨天就开呛说，要求民进党政府应该要交代两岸兵凶战危的事实。 另外来看到英国经济学人报道说了，解放军一项研究显示，登陆台湾他们需要3000列的军用列车、10000辆车、2100架的战机和8000多艘的船舰来运输部队还有装备跟物资。那么这些数据加起来是远远超过了美国盟军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物资和运输的规模，所以入侵台湾恐怕会让解放军的后勤补给陷入困境。 那么说到了2024总统大选，目前大部分的民调看起来赖清德的支持度仍然是保持领先的。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就分析，距离投票日大概呢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民进党为了要冲刺选情，肯定还会祭出一些肮脏的手段，比如说最近又开始在炒作了谁谁谁配合中共在台湾统战之类的议题。
但是他认为绿营今年继续打抗中保台这种老招，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效果。民进党最后两个月还要玩一些很脏的手段，比如说那个反渗透法就来给你骚扰啊，那就说啊又有谁是中共同路人啊被抓到了啊，反正一大堆了，连李明玄这种你都可以乱摘人家，参加全国台联的活动就叫共青团啊，吓死人了，你到底有没有 sense？ 人家只是校友会的一个副会长，你可以这样去掰人家啊，你就知道他无所不用其极啊。就是顺着徐春英，你看徐春英一发生，赖清德就兴奋到第一个跳出来爆料，对不对？然后去打说徐春英跟马文君我认为民进党就是还是要走老路。有啊，而且狂打到现在，是啊，烧多久了？是啊，就是只是今年美国不会配合他了，所以不会帮你在澳大利亚再搞个王立强2.0啊。因为奥本尼斯今年也不想跟你玩这个，奥本尼斯现在跟中国大陆正在恢复感情当中。所以啊，我就不知道谁会去帮你搞王立强2.0啊，真的。可是我就看到赖清德真的没招了，就你政府做得太烂，然后国际氛围对你又不利，你赖清德真的是倒大霉了。你今年抗中保台打不响嘛，啊打不响，你的政府又做得那么差，啊结果蓝绿蓝白竟然可以不合，就是啊，这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